往下拖一把，就喊一下啊。啊，买到油菜汤啊！啊，油菜不好玩了。买葫芦吧。哎，你葫芦啥事儿啊？我还能，还真叫了一面包，叫了一瓶酒。我好叫油，这就便宜。你叫他去啊？我们是在那个烂泥土上怎么看到人？我以为你的眼睛不是这样。你叫什么？